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，辣椒公推六连红了，更多推荐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欧冠莫斯科火车头对战拜仁，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莫斯科火车头本赛季至今在俄超联赛中取得6胜3平3负，排名第四位，球队在联赛中取得4胜1平，排名第二，仅次于莱比锡红牛。客队拜仁上赛季勇夺三冠王，欧冠全胜夺冠，九月以来又连夺欧洲超级杯与德国超级杯，目前五冠加身，球队势不可挡。本场比赛开出客让1.75，拜仁客场对比主场还强，本场至少赢两个希望不小。分析时间较早，比赛比较大，可能会对结果有所影响，请谨慎参考。本场推荐拜仁减1.7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